现实的爱可以是平庸的，虚幻的爱却可以灿烂。谁说作家创造出来的爱一定比现实的爱更没有价值？美，是不是必须存在才是美？有时候我从梦中醒来，发现梦其实比真实的人生更灿烂，更真实。不要说，你什么都不要说。我们真的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。你怕什么？不怕失望。我忘了，作家全都是骗子，不是吗？你为什么把我们的故事写进书里头？你爱我吗？写自己的故事比较重要。警察！